廿八 house 特约每日楼市，系由廿八 house 揾楼 app 赞助播出。設立之後，樓市交投回升，但係喺價錢上面未有完全跟隨。華茂認為，本港住宅供應同以前相比係增加咗，估計就算係減息，樓價嘅升幅仍然係輕微。至於集團旗下嘅組裝合成項目，估計會喺半年內取得入伙紙，計劃係以現樓嘅方式開售。華茂認為設立之後的市況已經反映市場的信心，但因為供應增加，相信不會再有以前樓價急升的走勢。如果減息出現了的時間，如果這個是一個持續的方向，經濟復甦是繼續的話，自然大家都看好經濟的時間，那個樓價是會輕微上升，我覺得。但是就是說會不會一個很急速的上升呢？就不會，始終香港供應是有一定的數量在這裡，因此就不會回去以前想買樓其實很少選擇，因此要高價去搶貨呢，香港今天來說是較為多選擇，應該就不會在個樓價方面呢造成一個你可以突然間 V 型反彈。他說一直都有留意政府推售的土地，但任何時候都會謹慎投地。至於港鐵東涌配電站項目，剛剛才進行地基工程，需要一段時間推出市場，而同市建局合作發展的深水埗東京街的組裝合成項目，期望以現樓方式發售。剛剛組裝合成的部分呢已經是停緊了，希望都是在依半年度是攞埋入伙紙，那就可以有機會呢展示出嚟呢，就開始招售。那依個我哋自然就希望啲買家係可以到現樓直接去睇到嗰個好嘅質素希望大家對這個組裝合成係充滿信心。華茂早前收購新世界持有嘅愉景新城商場部分，短期唔會改變租户組合，但日後會引進新客户，希望日後再同新世界有合作嘅機會，亦都唔排除同其他公司合作。預期供應會增加嘅地方，半新盤都要諗辦法去促銷。長實黃竹坑嘅新盤估計喺月內推售，區內其他嘅現有項目會有新嘅部署。路徑地產牽頭發展的進環已經係修訂了三張的價單，下調了35個單位的定價，減幅介乎10%至18%，當中34個即是絕大部分都是同一座向的開放式單位，實用面積大約是290平方尺。如果按照最多31%的折扣優惠，新價單的入場費將會是651萬。跟進一下半新盤的二手成交，早年較為高價買入的一手物業，如果賣出只是蝕洗費，可能已經是一個比較好的交易。大圍柏浩莊一個高層單位，開積是三房連套房的間隔，實用面積663平方尺，早前開價大約是1380萬，以價大約27萬，年租約以1353萬賣出，資實尺價大約是20400元。原業主在2020年買入，帳面獲利7000元，不過計及代理佣金等的其他雜費，估計都要微蝕離場。而同區的二手物業，就算在設立之後反價放盤，但是最終的賣出價比起設立之前還要低。大圍金絲花園一個兩房的單位，實用面積282尺，原本開價350萬，在設立之後一度反價至到368萬，但是在買家堅持議價之下，最後要減價23萬，以345萬賣出，資實尺價大約是12200元。原業主在2017年買入，持貨7年，帳面蝕大約39萬，貶值10%。